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介绍《小精灵生存指南》。《小精灵生存指南》是一款生存建造养成游戏，是一款奇幻与策略相互结合的开放冒险世界。玩家将与你的小精灵朋友一起生存、建造、制作、战斗，踏上旅途，成为强者。游戏采用的是四十度角，不过游戏的内容玩法就跟之前的帕鲁游戏一样。一开始我们会先在出生地，之后就需要建设我们的基地，也需要采集更多的资源。伐木就需要木头，如果是矿石就需要铁镐。需要更好的装备就需要收集更多的资源。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宠物系统，在游戏中叫做小精灵，玩家可以透过战斗来击败这些宠物，就可以利用他们掉落的物品来打造抓捕球，之后在战斗中将他们的血量打到更低，就可以来抓捕他们了。之后就可以安排他们成为工人，来帮我们建造营地、收集资源，或者是成为战斗人员，与我们一同出战。每个小精灵都有不同的特性与专长，不过特别要注意一点，一个宠物是需要一张床铺，不然可是会打架的哦。玩家可以在这款开放世界中不断的建设、进化，立即展开生存者之力的旅行吧。目前游戏是全球正式上市，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。我们今天玩这款游戏叫做《小精灵生存指南》。对，它目前的话是有中文版本的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游戏画面。那还有一些宣传影片的介绍呢，感觉起来有点像是帕鲁的玩法啦。那它是手机版，所以感觉起来蛮好玩的。我们来试试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它有点叫做生存类型游戏啦。好，我们来这是什么？捡资源哦。那一开始我们可以在三种的人物，应该是三种的角色，应该说帕鲁好了，三种帕鲁当中选一个。我现在干嘛？哦，开启建造模式了。我蛮喜欢这种建造玩法的。工作台一定只能放这里哦。天哪，它这个就是手机版的帕鲁啊，只是没有办法那个没有办法 3D 嘛。帕鲁会帮忙吗？会，他会。帕鲁会帮忙，会，他在后面帮忙，好笑。那之前我看到有已经有国外人在玩了，那台湾的部分在今天5月16号正上市啊，蛮有趣的。制作这干嘛？干，这就是帕鲁啊 ，3D 版帕，2D 版帕鲁，拿去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砍倒三个树，收集15个废金块，建造一个装备。它唯一的缺点就是，我可不可以？你要去哪里？抓住吗？啊，我没有球啊！我不是要他杀他啦，我是想要抓他啦。森林在哪里啊？这个是吗？还是这个？啊，那个不是哦，难怪按半天。砍倒三个树。我们先到工作台嘛，是不是这个？工作台。好，建造。是要到这个嘛？建造模式嘛？装备工作台。好，我们就并行吧，并在一起。然后还要过去跟帕鲁一起做。哇，那一个人可以有多少帕鲁啊？我不管，我就是叫他帕鲁了。虽然他叫做《小精灵生存指南》，好好笑哦。虽然今天也蛮多游戏，但我觉得这个游戏有点让我觉得太好笑了。好，制作一个，我们要这里吧，然后按制作吧，制作一个这个拾荒者之棍。然后还要装备一个拾荒者俱乐部，也就是说同样的东西吧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试试看。太荒谬了。
没想到手机版真的出了帕鲁。拾荒者的，等一下先拿去。他要的是什么？拾荒者俱乐部是不是啊？好，抓一只，保护自己是什么意思啊？靠腰啊！哦，我没有那个。那个是什么东西、啊？哦，我以为是我现在没有球了啦，我现在没有球了，我就没有办法收集一个叫什么 AD 什么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球吗？哎、欸，换斧头了。他说。抓住一个喵喵星，喵喵星。可是我们现在有球吗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目前只有10%的机会。OK， 可以。好。天哪！哈哈。啊，等等，哎、欸，又恢复了。OK， 很棒，这个很棒。寻找 brother， 不一定那么好笑吧？是这里吗？我看一下，制作一个这个吧。制作床铺可以，床铺坐最旁边好不好？来走，走走。蛮好玩的，而且就是一整个很北蓝的，大家可能有觉得那个北蓝的问题是什么？哎，这就床吧？为什么没成功？对啊，亚美金之床，没成功啊！要建造几个？欸，我的任务这个任务在哪里？欸，这是买花钱。好的，再建一个是不是？好啊，再建一个啦。好、哦，有了，成功了，建造一个，等一下，那不要建造一个控制的工作台。欸，操作台这个，靠腰不够了，都是害我刚刚去画那个。好了，这样子好吧。通用盒子是什么？啊，是生存的什么东西？这个不够啊，石头啊！然后指派一个人做工人，他就会开始采集。哇，有够有趣！好，分配，请他。他可以变战士或者是工人，指定成工人，给我去工作！哇，哈哈哈哈，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嘛。他去工作了吗？好有趣哦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通用盒子好了，来做一个通用的。好，先做一个盒子，过去他就会自己做。有没有一点点小小仿冒的感觉？
宝可梦的法务部已经在路上了。哎，建造这个盒建造完了没啊？制作一个什么什么包包、哦？没懂。这个寻路者包包吗？那、啊、这个、要多少？纤维要十个。啊，这个也要做。好，这个是不是要到这里做啊？是不是到这里做、啊？升级啊！哦，东西不够。不好意思，拜拜。可怜的小东西。升级。我们可以增加多一些伙伴吗？哎，有弓箭呢，还有维修台，这个要在哪里做？可以吗？好了，我们看这个是什么东东？不用不用不用，那在这边吗？应该在这边。哎，这都打造工艺的啊，不是这里啊。其他是锁住了。哦，要制作床才有，制作床才有。干，那我这边可以耶。多了一个工作，所以我可以再抓一个人了。那这里呢？你要更多，你需要装备更多好的臂章，臂章才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先。我现在需要的是寻路嘛，这个。啊，木头又不够了，烦！我已经打爆多少的树枝了、啊？对对，好，制作，制作，我们叫我们家的喵小罗来帮我们做，还要收集15个石头。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做那个？我觉得那个工作台我们可能还没有拿去。看一下啊，没错，我们那个工作台没有拿到，但我可以收集很多床，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人帮我们那个。这应该是一开始的攻略哦。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床要花多少的材料，好不好？木材跟纤维，木材跟纤维，那我们就可以多好几只哎。那我再多收一下好木材跟纤维。这是石头，石头，石头。哎呦，又打我！我们本来是毫无瓜葛的。它叫做生存手游啦，所以它的实验室跟这个名字是有点错误的。我懂了。是这个，然后我们还差，我看一下，木头跟这个铁矿都不够。啊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为什么这里有一个人？哦，请花钱就好了。可恶，我一定要完成。树在哪里？树大招风啊！过河流了，这边感觉很多敌人。哎呦，很多敌人呐、啊！把你全部都抓回家做奴隶，听起来好像很邪恶。这就是帕鲁他们的命运啊！哦，这个是金属原料啊，这边啊，这边是金属原料。算了，我还不需要，我先抓这个树木。我现在要树木跟那叫什么？纤维嘛，对不对？这边都矿石，
一样是金属原料，不需要。说我有一个兄弟在这边，这是额外的工作吗？对对对对，是不是这个？哎，不是。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回去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我现在要有资源了，我们可以抓爆帕鲁了。我家在哪里啊？对对对对对，中心啊，传送点啊。来，建造。抓爆帕鲁啊！所以我们要做很多的床哎、欸，好，完成。然后我们再做这个，做这个球嘛，制作。我们做四颗好不好？然后从那个长得很丑那个抓起。他有一定要抓哪一个吗？没有，应该没有一定要抓哪一个吧。那我们就可以切换战斗人员嘞，有够有趣的。好，来拿，拿取啊。好了，寻找 brother， 我才不要管你，我现在要抓这个。哦，70几%，有了吗 ？Yes， 叫他去当工人。我现在有两张床嘛，叫他去当工人。欸，是这里吧，对不对？给我当工人！哇，抓到，抓到！再去抓几只好了。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做很多床，就会有很多的这个，因为它有攻击能力啊。77%，我们床要多少个啊？对不对？我觉得要很多的这个木头。还有很多纤维，我们去看一下船要多少个。来吧，认命吧，认命吧。欸，这是我们家的吧？对对，我们家的。我们去做一下床好不好？床也占太多的位置了吧？欸，床呢？维修台，床呢？哦，有。过来，过来帮忙，大家一起做啊！偷懒啊，你们，可爱一点，胖子给我过来。完成了，哈哈，再做一个，有一个可以当战斗人员。这里，这个闪闪他感觉攻击力超强的，他是其实可以当战斗人员的，但是因为那个如果是 OK，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他的每个人他的能力值啊。